那五郎现在很难受啊，很难受了。对面还是手帮他八神了，小孩正在用自己的暗度手战术下低想偷下盘，可惜偷击不成十八米。微微这个地雷是出早下逼，哎呦，差点被穿翻，微微是吓了一身冷汗。现在对局对于小孩来说完全是没有什么悬念了，这一把两管满血打对方，这台残血大门五郎、没有什么压力的。网中好手出波摸血，大母狼没有什么机会了。刚才就算杀出指令头超杀也没有机会啊，太慢了，判定他们太慢了。这场比赛打成了7-4了，小孩要拿到了。7分了啊，拿到7分了。昨天抢5输给小孩，那天抢20还是抢20输给小孩，有点难啊。觉得这把微微能赢啊，大家打个9啊，就跟小孩那个打一打6。我去，这是闹呢，兄弟，你在赌啊？他又在啊，微微太喜欢啊，凹了，太喜欢凹了，但是也没办法，时间马上就要到了，他不凹一下的话，他也没有这个机会。拼死搏一把吧，可惜啊，小孩的战斗经验非常丰富啊，应该小心他的八字。骗到他出一个大招，那现在双方终于要进行中间战了。罗伯特对战真克里斯，真克里斯现在卢比现在只有气的优势，马上2气满了。现在罗伯特没有资源，这种无责任的滑铲压制，好，影飘逆向，正立德小孩判断正确，要打逆向，防御崩坏了。微微的进攻态势刚才完全的体现出来了，一直都在发起进攻，小孩被打是防御破坏，回身偷下盘，但是来不及，罗伯特重得打赌对方要后跳，下低头上斧没有，这是 ZD 反击了。那现在下盘两点追加一个龙点跌，14秒，罗伯特还是没有气，下盘两点全身小成龙，田中再次赌下清水，赌对，赌到了微微的乱斗。今天晚上小孩这边哦，大魔狼又赌到了一个下低，还有一口气的罗伯特前冲连五角，前逼升龙两转打满，好，影跳得逆向中断，对方后跳重腿赌小孩一个连五角，打了一头判定出来，但是发生有点慢，没有打到大门五郎。大门五郎现在要面对的是对方满血的真克里斯，前冲打击头咬丝之间再接小成龙，那么影跳会砸逆向，连续两个咬丝之间了，好，扣下盘毒，我觉得现在被小孩立回住，回身下逼下 A 前跟上一个暗黑大特写确认，比分打到了8-4，微微现在被动了，我们看小孩能不能直落2分拿到最后的胜利，微微要加油了。哎呀，始终如初，兄弟回家玩上，只能说我好久不见了吧。那现在对局对于小孩来说，越来越有机会了。欢迎小美来了，老妹儿晚上好，这场对局八神想出接风，小孩切防成功，完美再次切反阿克米，那么轰动，
红哥今晚宵夜太稳了，航哥回来了，晚上好。那么现在的对局，小孩拿下微微应该说没问题了吧，朋友们。哎，音乐炸烂腿儿。好了，老黑，你听我的声音正常吗，小美？好了，来看看，你觉得这把谁能赢？小孩八神对战微微的跟克里斯。感谢小美妹妹的许愿瓶，谢谢小美的许愿瓶，靠背了靠背了，欢迎新姐。一挑三了吗？很有机会啊，一挑三。微微现在被暗勾手套路牵制住了。下笔下 A 猛赞八尊女，接不住打不死，但是要出扑克帮。小孩现在发起猛攻啊，这么激进的，微微现在危险，跳低跳入了，这个跳入抓到小孩一个一收招硬直，暗勾手收招硬直太长了。我们来看这场对决，微微的大门能够。小孩抢到赛点局，9-4。欢迎陈阳，欢迎海海系，欢迎大家来补见。今天晚上大家觉得红东哥小野稳了。感谢韩哥的支持，谢谢六总，谢谢马哥啊，感谢回望，谢谢小美相濡以沫。好几天不直播了，住院了，住院了，这段时间住院了。现在微微已经是没有自己的节奏了，完全被小孩带来节奏，怎么办？微微现在很上头啊，越想赢越出破绽，不稳定。微微的长处在于他的进攻流，在于他的这种投机打法。好的机会在微微这里，却反小成龙。粉丝牌点起来，兄弟们啊，咱把粉丝灯牌点一下，好吧？刷一波灯牌。升级下粉丝牌级别，那现在这局来自于小孩的罗伯特，罗伯特又出重影跳，那么现在微微八神，这个插合给的非常给力啊，刚好打对方一收招，那现在后卫 B 完美回避对方仰卧手牵制，现在双方又开始力回，微微现在一心求稳，八对低空，我去破掉了。八字女被飞翔下压脚打出一个 counter 的一个效果，追加一个战重拳，而且是大被判定。刚才这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一个 counter 机会，那现在如果还有血的话，后面可以再接一个超杀，或者是接一个连五脚，接什么都可以。因为硬直时间啊，给您加针了。OK， 咱们来看这场对局打到现在啊，现在的话是微微的有利局面，对方毕竟是接近两管血，小孩这里的血量还有最后的四个的血量，看来第五分微微非常有机会。大彻底打完之后，小孩被对方追回一分，猜对了吗？能出69吗，朋友们？你觉得接下来这一笔小孩能赢打个小孩，刘薇薇能赢打个薇薇？
你说声音太炸了，我抖音的朋友，我这边声音很大吗？谁有大的声音？航哥，你说这把谁能赢啊？航哥，能出六九吗？好了，小阿文了，干掉了八神了啊！干掉了八神，对于小阿来说已经赢了一半了。现在是五颗赛点了，五颗赛点，就不可防一波了。微微的真克里斯没了，这个华山必被对方却反的，出越来越呐喊一下。哎呦我去，这个前 A 都出来，刚才这个招叫做这是一个前轻拳啊，前加 A， 一挑三不可能吧，我觉得够呛一挑三。哎呀喂，太像赌这个指令头了，挑肥压制下皮战皮猛战扒住你，我操，真的是一挑三了，10比5，恭喜小孩儿。